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皮诺康尼大剧院三上方3D 地图新穹铁道 2.2 皮诺康尼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折纸小鸟护照贴纸书籍梦境迷踪紫轮王下一桶金表超隐藏成就流梦礁乐沙海选会场大剧院。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大剧院中间的调弦之厅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梦境空间，进入我们的 3D 地图。进来之后，在我们的右前方就能够看到一个小鸟，们用远程攻击攻击一下啊，还有谁能攻击到你们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好，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哦，来到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梦炮，我们先拾取梦炮，拾取完之后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们往前走，来到最前方，来到最前方之后我们搭桥上来之后，我们往前拐，前方就能看到一个宝箱，打开宝箱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啊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车里有一个操作的模块，我们点击移动，移动完之后我们上前方的这个东西，我们搭桥，搭桥正前方就是一个迷踪，我们点击修复追星迷踪。首先这有两个橘色的，这是最右侧这个橘色，我们先点击一下，然后这个左侧的我们点击一下，接着我们把镜子拉到最下方，然后右侧的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接着把黄色拉到最上方，然后橘黄色点击两下，然后再把黄色拉下来，接着我们唤醒，唤醒之后我们往左看，在我们的就是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们把这一个桥我们给它修复一下，修复一下走过来之后，我们往右拐，我们补充一下前方，我们补充一下梦炮，补充完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往左拐，然后我们搭桥，搭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继续搭桥下来之后，我们往前走，来到楼梯上，来到楼梯上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补充梦炮的地方，我们补充一下，补充完之后我们回头，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前走，我们搭桥下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拼图，我们点击拼图，总共有九块，我也给你们标出来了。接着我们打开宝箱，打开宝箱之后我们再从这个桥我们再走回去，走回来之后前方我们继续再补充一下梦炮，接着在我们的就是北方向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这里有一个 发光的这一个这叫什么东西模块，我给它拽过来，拽过来之后我们先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把这个宝箱拿了，拿完之后我们在就是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我们搭桥搭上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一条道，往右拐，然后我们再搭桥上来之后，在我们的右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宝箱，还有一个补充梦炮的地方，我们补充一下梦炮，接着西方向小地图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这里有一个这又是一个模块，我们操作一下，然后移动，接着我们往前走，我们拿掉前方这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回头，回头北方向小地图上方往前走，走到头之后右拐，右拐之后走到头我们再右拐，然后前方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又是一个模块，我们操作一下，然后我们往右走，然后搭桥上来之后，我们继续前方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宝箱，这是主线任务给的宝箱，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点击右上角返回，我们来到中间的调弦之厅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前走，然后跟着这个红毯往前走，我们下一层楼梯之后，我们往右前方看，
又看到一个就是梦境空间，我们进入到梦境空间。进来之后我们往前走，这是一条道，然后在右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上楼梯，上楼梯之后右拐，右拐在左前方这个橘黄色的气球，我们拽一下就是小鸟。接着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们前走下楼梯，在左前方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宝箱，好吧，过我们的道过。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往右看，这里能够看到一个小广告牌，然后还有一个气球，我们来到蓝色气球这里，然后我们看它看的方向，然后这里有个小鸟，我们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我们南方向小地图下方往前走，来到梦泡的地方，我们补充一下梦泡，然后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这里有一个操作模块，我们操作一下，我们移动，接着我们上墙，上来之后一条路往前走，上前方的楼梯，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右看，这里有一个补充梦泡的地方，我们回收一下。接着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这里有一个上墙的地方，我们上墙，上墙之后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回头下来之后，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走到头，走到头之后我要下楼梯，然后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方往前走，然后跟着往里拐，这里有一个操作模块，我们操作一下。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搭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下楼梯，然后这一条路往上走，来到上方的楼梯上，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能够看到一个宝箱，油桶吧，过我们道过。我们拿到宝箱之后继续往前下楼梯，在我们的左前方补充一下梦泡，补充完梦泡之后，它前方有一个向下的楼梯，我们走下来，前方的操作模块我们点击一下操作，然后我们移动，接着我们继续往里走，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宝箱。接着我们回头再走回来，再来到操作模块这里，我们还需要再点击一次，我们再移动，给它移动回去，然后我们上左前方的楼梯，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左拐，然后搭桥，搭桥下来一条道往前走，然后继续搭桥，上来之后正前方就能够看到这一个镇守宝箱啊，不是，这个战利品宝箱，然后是18个战利品一个铺满，小地图往下拉，然后找到小鸟，现在是10只小鸟。